弟兄姊妹平安，一天的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也是多么的有福气。一天的开始实在非常宝贵啊！让我们从亲近神开始，求神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懂得依靠主，用神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灵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上29:1-9，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我们来读第一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虽然大卫不能够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知道所罗门是蒙神特别拣选的，来继承他的王位，并且完成他建造圣殿的心愿。现在所罗门还很年幼娇嫩但是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浩大，所以大卫以奉献的行动来帮助所罗门。他于公于私，不但尽己所能的来预备这个建造圣殿的材料，还应用他王位的影响力来呼吁全国百姓一起来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子奉献的榜样，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来学习。在第一节这里，大卫还说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神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大卫的奉献给我们一个榜样第一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清楚知道奉献是为神，不是为人，所以他全力以赴大卫为了建造圣殿而奉献，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了耶和华神而奉献的。在历代志上有关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再的重复。那么因此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卫对于建造圣殿的这个执着是非常认真的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到打从这个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以后，他就一直为建造圣殿来做准备，不但预备了建殿的材料，也预备了建殿的人才。我们举例来说，在历代志上18记载说，大卫打败了所巴王哈大利谢，那么他得到了许多的铜
哦、那么还有从各国夺来的金银等战利品都分别为圣、啊、来献给神，作为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那么在22章呢，大卫说他为了建造圣殿、啊、预备了极多的石材、啊、木材、铁跟铜。那么在28章、啊、大卫还说明了、啊、这个圣殿的这个蓝图、啊啊、到了29章呢、啊，这一个大卫还呼吁文武百官一起来奉献。那么我们从这么多处的经文来看，可以估算啊，大卫起码花了30年的时间来预备啊建造圣殿的材料啊。所以从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开始啊，他就有这个为啊这个神建造圣殿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他交代所罗门。交代这个文武百官啊，一起来建造圣殿，这当中啊，至少有30年的时间。大卫为了建造圣殿，他持续的啊摆上奉献，不管是战争所得到的这个战利品啊，或者是在国际贸易往来啊啊这一些啊，我看到大卫一心想到的就是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一个奉献。给我们第一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很清楚，奉献是为了神，不是为了人。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拣选所罗门来负责建造圣殿的施工，所以他就全力以赴帮助所罗门来完成。弟兄姊妹，我们身为父母的，我想同样的，我们也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儿女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那美好的命定。啊，这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只是。啊，为了儿女的成就，也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而是为了谨守神所托付的使命啊，把信仰啊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让我们在家里啊，能够塑造敬虔爱主的一个啊属灵的气氛啊，那么可以常常跟儿女一起来祷告，帮助他们学会灵修啊，鼓励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同时呢，我想教会也要。很看重儿童青少年的事工啊，让有心的啊家长啊大哥哥大姐姐也可以投入啊，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啊，尽一切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啊，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啊属灵成长的环境。我们来读第三节，大卫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大卫说，他把自己积蓄的金银拿出来奉献，是因为他心中爱慕神的殿。所以，大卫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是出于爱神的心来奉献。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不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成就，也不是为了拉拢百姓的心，他只是出于单纯爱神的心，这样的动机就奉献了。所以我们也要想想，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动机是什么？是出于爱神的心而乐意奉献呢，还是出于勉强？大卫说他为了建造圣殿是怎么样尽上自己的心力，除了政府的啊，以政府的这个力量啊，为啊圣殿预备材料以外，啊，大卫说在他在自己的私人的积蓄上也是怎么样很好的预备。在第四节那里，大卫说啊，他还拿出了最好的金子3000他连德，最好的银子7000他连德。一个他连德相当今天的啊，大概是34个公斤左右。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换算，大卫私人奉献了多少呢？金子啊，起码超过了10万公斤，银子呢将近24万公斤。哇，真的是非常吓人的啊！我们从这么庞大的奉献数目就可以知道啊，大卫是多么尽心啊尽力的摆上
因为他知道奉献是为神不是为人，奉献只是出于单纯爱神的心，所以他尽心尽力的给出去，所以大卫能他这个盖棺定论的时候，神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实在是我们可以看到是对的。那么第五节下半节大卫分享了自己奉献的见证以后，他还问会众这里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那么接着第六节这里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感谢主，大卫分享自己奉献的见证，不但蒙神喜悦还引起大家的共鸣，进而齐心百善一起参与建殿的这个工程一起来奉献。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见证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也带给我们第三个榜样，奉献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很多人说奉献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讲出来，因为行善不必人知道。是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炫耀自己那就不必讲出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省察自己奉献的动机。但是大卫知道奉献不是为人，乃是为神所以他不怕人家知道他奉献多少。他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见证神是怎样恩待他，见证神是多么配得这一切的荣耀。所以大卫分享神恩待他的见证，是为了要鼓励全国百姓都来参与奉献的行列，同心完成这个圣殿建造的工程。所以总之，我们看见到出于荣耀神的奉献，不但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引发这个奉献的热潮，同时呢，神的心意也能够被满足。这也提醒我们要把握奉献的机会。大卫鼓励大家要为建造圣殿奉献时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今日代表着要把握机会，奉献是今日，是马上要把握机会，不要空等，也不是明天或明年，就是现在就要起来行动。当会众献上金子5000他连得，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他连得，铜18000他连得，铁10000他连得，还有宝石的时候，大卫王的心何等喜乐，百姓的心也大大欢喜，因为这是蒙神喜悦、蒙神赐福的奉献。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大卫美好的生命榜样，让我也可以得到这奉献的恩赐，更恳求你帮助我可以像大卫一样的，为了一件爱主的事工，就这样尽己所能的、穷尽一生的为主摆上、为主奉献。更恳求你帮助我能以身作则，有奉献的感染力，去鼓励儿女，去鼓励大家一起参与奉献的行列。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